下面不是开了一个饭店新开的，叫做大便炉嘛？啊，什么名儿啊？这咱们楼这口味都挺重啊。对呀、啊，那咱们不是一起去吃的吗？还有我，你忘了那时候咱们一起围坐在桌边，围着这个大便炉，然后你来。别闻了，太恶心了！赶紧，然后崴了一口，崴了一碗。然后，倒照顾我。人家那叫打边炉，大便炉嘛，叫打边炉啊。你看，这纯纯。